吃到他心心念念的地瓜球。鸟蛋好吃吗？我觉得鸟蛋应该没有很难做到不好吃。鸟蛋就是、就是鸟蛋，就是保守牌，就是一个不担心的、然后莫山可能点了一个跟欧莱有关的东西，这什么？凤梨红茶，看起来很不错，我等一下要偷喝一口。我刚才纠结一下要不要拿吸管，但是我想到我自己还特地带了吸管，我就不拿了。它里面会有一个小柜子，然后让你可以放东西。感觉好伤，现在就是一边泡脚，然后一边按肩颈，我感觉我很不耐痛。哇，被问还是学生吗？真是太开心了！因为问说是不是同学，是啊，真的，我认识很久的同学，我要成为百万 YouTuber， 首先要有百万可以花。现在已经呈现一个微躺的状态，偶尔来这样体验一下也是不错，而且非常的划算。我记得好像400多块，60分钟。正常力道之下，应该是介于舒服跟痒之间吗？有点刺刺痛痛，有点刺刺痛痛。在吃那个饭后的点心。中央其实不沙漠啊，我觉得我有必要用一个影片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中央为什么不沙漠。这边就是蜂蜜蛋糕、紫米粥，我觉得这深得我心。那个不是红豆汤吗？红豆汤是不是？红豆汤就算了。就是有办法装那个钱包、水跟雨伞。我的几点卡，我拿到了大概快要7张左右。因为这种几点卡就很容易忘记，每次去他就问你有没有几点卡，有没有带，没有。这可以换啊？不行啊。不行吗？你就是要他就是要你同一张，他不跟你合并的啊。历程老板到现在还是很难搞。他们有换人哦，换老板哦。这个就是我想说，每次齁想要在路上救援猫咪，对，然后可是其实手边都刚好没有，每次都是这样，就跟历程的几点卡一样。他说我们请男友，非常的简便，就这个换洗衣物袋，一件防冷气的外套，化妆包，保养包，结束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然后还从那个就是台虎精酿干了一个杯子。怎么敢？这个是免洗的，这是200块，200块杯子本体，这可以装东西啊！我这个是环保在利用。一阵惊讶，原来我们还有海鲜啊！大家都准备要收工了。